群里面聊天探讨啥。两个套房有，这个是个什么房间？这是个平房。总统套房，这还有电视，这里装修，还有一个茶水室，这是个茶几。然后总统套房这边还有给了一个夹板，单独的一个夹板。这老板万一他要私密接待怎么走，对吧？但是他不听贵，他是下面来朋友，他们聊生意。长江黄金八号，这是游轮。哪边是船头啊？这就是船头呀。这是船头啊？那我们在广告岛在哪呀？就是我们船头的那个装饰。这就是重庆的那个，这是千厮门，千厮门大桥，游船这里好热，那就是重庆的大剧院。这是嘉陵江，那边就是长江了，混成长江。